八年的花旗联合券募年度募款今天起跑，台北市长郝龙斌也率先投下今年的第一张捐款单，以行动支持公益。我们这样的一个善心，这样的一个好意，透过一个有公信力的慈善团体，真正把钱用在刀口上。去年起，花旗联合券募开始积极鼓励大众将捐款模式由看到想到才捐款转变为持续不间断的定期定额，持续发挥爱心，将我联券去妥善运用，能够让这么多的社会团体跟个人因此而受到合理的运用跟分配，我想这才是我们主要一直不断往前的动力。即日起，花旗联合券募推出单笔捐款满3000元即可获得年度吉祥物小史内克玩偶。台湾时报记者蒋凯俊采访报道。